10月12日，张杰在社交平台晒出新歌 MV， 与佟丽娅进行互动。佟丽娅友情出演了张杰的新歌 MV， 两人此次配合的也是十分默契。MV 的拍摄超有质感，把佟丽娅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即便是对脸的特写大镜头，也丝毫无损她的美貌。佟丽娅身穿一袭红裙，在大雪中翩翩起舞，身材曼妙，气质优越，尽显妩媚动人。她的动作轻盈优雅，姿态十分唯美，一看就是有着深厚的舞蹈功底，轻而易举地把观众带入了音乐的情景。佟丽娅来自新疆，自幼能歌善舞，十分具有文艺天赋。他在小学时已经跟随当地艺术团体演出，17岁就考上了新疆歌舞团，成为专业舞蹈演员。虽然后来又考入中戏学习表演，但是却从未落下关于舞蹈的练习。之前还登上了央视元宵晚会的舞台表演。佟丽娅因出演《新不了情》进入演艺圈，随后主演了众多部影视作品，演技十分了得。她曾荣获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女演员，最后也祝愿她越来越优秀。